各位耶稣加油站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早安。我是万金圣母圣殿的教友。在圣经记载着，耶稣在赶路的途中遇见了税吏马窦，便对他说：“跟随我。”多么慈爱温暖的呼唤啊！当众人都因他是税吏贪官不愿接近他、鄙视他的时候，耶稣来到他的生命中，与他生活在一起，温暖了、滋润了他的生命。现在耶稣也正在对你说：“跟随我。”朋友们，将你的忧虑交给耶稣吧，他能分担你的忧愁，代替你的软弱。耶稣是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投入他平安的怀抱吧。与您分享这一首圣歌《跟随我》。平安的一天。